大家好，我是蔡太太，我是蔡先生，他是蔡大哥，后面的是大草莓，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喜欢频道记得按赞订阅哦， IG 要 follow 起来。我们现在在苗栗，每年到了12月到3月这个季节，在整个台山县上面有非常多的草莓园，今天我们就带各位来采草莓。我们这次受到明治奶粉的邀请，要来推广乐乐 Q 贝 Easy Q。 没错，它的配方研究是根据母乳科学研究以及幼儿营养科学研究母乳成分及宝宝的发育。明治奶粉呢，在45年间收集日本6000名妈妈母乳样本，以及调查20万名以上宝宝的研究数据，不断的改良产品，让宝宝健康。是的，爸爸的健康也要守护。我是蛮健康的啦，看得出来，因为你从小喝名字，它可以让宝宝健康成长，爸妈使用安心。跟着我们一起去采草莓喽 ！Go。其实现在因为草莓丢西哦，你在哪一家采都差不多，就是他们的草莓都很漂亮。对啊。那因为我们带着小孩，我们就要选高价。老大，我们采高价的话就是这边的。好。哇，很漂亮哎。这个很漂亮哎。姜。姜。哇，你看这一颗，它形状很大哎。哎，很可爱哎。这个不错。大哥，你要采草莓吗？大哥手上已经有了。大湖呢，就是客家人的大本营，客家人在这个地方占有91%。哦。所以你拿草莓往空中丢上去，掉下来10个里面有9.1个是客家人。很多人看过草莓，但没看过草莓发。草莓发。怎么每一颗都很好捡？现在的草莓园跟以前不太一样啊，现在因为大家会来采，所以他们在假日跟平日他们会分区。今天我们开放 AB， 那明天就开放 CD。对，我一开始还会怕说假日之后都没得采，原来他们也分区。对，他们现在算是蛮不错的，就不会说让你在那边采到都没有，然后你就给他复评，然后他还要花钱买回来，这很辛苦，买一板啊。所以大家看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买板。因为是买板了，买板，少这么讲话装可爱，我告诉你，买板。难怪这里说草莓可以撑到3月、4月哦，看每年的季节跟雨水，因为它这里你看都还在开花，正在开花中哎。这地上都花瓣呢，你没有看过草莓花瓣吗？我要往后走走看还有没有。你采的其实也蛮美的、啊。真的哈、哦，这家草莓还不错哎。主要是高架啦，如果说你有带小孩子来的话，对不对？高架道路走起来果然顺畅清新。草莓是这样，当它离开原本主体的时候，它就再也不会熟了。欸、有一些的水果呢，他们放到家里可以催熟，有没有金蕉啊，还有一些什么洛梨啊，但是呢草莓离开了就再也不会熟，所以你采的状态就是让它最完美的状态把它采下来，所以你需要炼乳炼。采的满满的一篮，拿来结哎、欸、对，满满的、欸，而且每颗都很想剪，因为每颗都很漂亮。小帅哥，你剪的吗？800。对。哦，采草莓可以采这么多钱哦。哇，这满满的一盒哎、欸。对啊。哎呦。这样可以放多久啊？这个可以放冰箱冷藏的话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哦、，OK。好吃吗？好吃吗？你觉得好吃吗？头，麻烦把这个头咬掉。哦哦哦哦哦，太多了啦，擦掉擦掉。你怎么一次吃一颗？这样子呢、哦？是他用他的笑脸换的。哦，这是你自己赚到的。刚刚对着阿姨这样，对，灿笑之后得了4个草莓。对，已经吃掉了2个，还是我们带你再去别间笑？大家注意，我们只是卖笑而已哦。草莓什么时候好吃？就是加上里面。哎、欸，但是我刚刚吃，我觉得这一间的草莓很香。你应该先吃原味啊。
今年的草莓我真的觉得很好吃，很香哎、欸！你在那边？草莓的英文叫做 strawberry， 但其实真正的草莓它不是 berry， 就是它不是浆果科的，它是属于聚合果哈。告诉各位，通常你吃的草莓，你觉得吃的是它的果实，草莓真正的果实在哪里？这个，这个才是草莓真正的果实，外面的这个叫做假果。哦，假的果实，真正的这一个瘦果就是真正的果实是在这里的。那因为它是聚合果的形态，它有它的这个花托所越来越肥大形成的这一个的假果。那我们吃的是吃假果，真正的果实是在这里哦。你觉得怎么样呢？你是不是有点想要喝牛奶了？吃完，哎呦，想喝了哈、哦！拜拜拜拜，去哪里了？拜拜，赶快跟我 kiss， 我没有要走啊。好，那我们去泡牛奶给你喝喽。这个乐乐 Q 被它使用一个技术呢，在不破坏蛋白质分子结构下，能够提供完整形态的优质蛋白，打造黄金体质的保护力。这个配方当中呢，有含有乳黏素，是一种特殊糖蛋白质，在母乳当中也有，可以提升宝宝的保护力，并且它有高含量的 DHA， 启动宝宝的成长学习能力。他睡觉了？真的？不行了。我们现在在大湖酒庄，就是草莓文化馆。Go， 我来参观草莓文化馆。这里面呢，就是卖所有关于草莓系列的一些产品。哎呀，这包子怎么可爱？我要草莓。好，谢谢。妈妈最快乐的时间不是草莓加炼乳，是儿子睡着的时候。他居然住在车上自己睡着，我出门了啦。在这一个大湖酒庄的中庭这边呢，它有一个空地，在这边可以让你品尝美食。我觉得我现在吃什么都很好吃，是因为大哥睡着。草莓红茶，古早味红茶加草莓。那是什么？草莓馒头，很可爱耶，这还有戳洞。哎、欸，对耶，很 Q。第三样的草莓产品就是草莓鸡腿卷，没有草莓味道啊？没有，草莓是那个厨师的名字，它叫做阿梅。哦，好像蛮多汁的哈、哦，好像有点油哎。对，这个不用点。OK， 这个越喝越好喝哎。它就是贡丸汤。吃不出来有草莓味哦。这里其实卖很多草莓系列的东西，但是也有没有草莓的啊。各位如果说天生真的那么厌恶这一项的农产品的话，它也有其他的。我现在要买一个草莓气泡饮，我想要一个香菇豆干，原味辣味，辣味草莓冻气泡。这个香菇豆干是不是跟草莓没关系？是香菇的。那一个草莓茶叶蛋，等一下吃完要去吃隔壁的草莓双麒麟。各位看到我后面有一朵这个分布均匀的桐花，你就知道我是来自于星海罗盘当中的桐花仙子。现在为各位来演绎的就是跟草莓毫无关系的香菇豆干。你怎么知道没有关系？为什么大湖叫酒庄呢？因为这里产了全世界只有三处有的草莓酒，美国、加拿大、听到苗栗的大湖。而且我们这个地方的草莓酒品质是非常好的，因为就在这个地方生产草莓，所以如果你来大湖酒庄的时候，那个酒是草莓酒的意思。那它两栋，前面那一栋是草莓文化馆，文化馆的二楼有介绍草莓的历史。辣粉是怎样不用钱的，是不是？而且它的辣是甜的，太好吃了。因为它的那个豆干里面吸满了它里面的那个乳汁。怎样？微甜，就是它是气泡，你以为像汽水，它没有那么甜，淡淡的气泡当中洋溢着这个草莓的香味，这有诚意，这上面满满的这个草莓的果肉，对，而且这个冰到手快截肢。星海桐花罗盘，我告退了。请问有萝卜糕吗？有，一份。一份。
哦，这是萝卜糕哦。对。那、啊、泡蛋是什么？加蛋。哦，加蛋啊。酷哦，我们萝卜糕很好吃呢。我们家做了六十几年。六十几年 哦， 哦，那你保养得很好哦。开玩笑，我佛佛，不要乱开大姐的玩笑。知道了。我跟你讲，客家人很会做这种东西，很好吃。他们的那个蚵仔粿看起来很好吃，但是我就是想吃萝卜糕，很好吃，酱很好吃，很辣。台台又去买了草莓花枝丸。嗯，我买了草莓。各位不要觉得我们都买很多，我告诉你，刚刚那个全部吃完，刚刚这豆干全部吃完。草莓冰淇淋，双淇淋吗？双淇淋。怎么这么短？我刚刚讲短一点啊。这也太短了吧？他跟我说会不会太短，我说不会。不行，再吃下去了啦。我们是知识型的 YouTuber， 你搞成这样，很像在吃播一样。好好吃哦。其实，在这个大湖酒庄这里呢，它就其实有很多的吃吃喝喝，后面也可以采草莓，可以一次让你够足。这样小吃这样吃，小吃吃一次会饱的。那是因为你真的吃很多。会饱的。好的，那我们就继续前往了。我们现在在花露休闲农场，早上那边大太阳，现在马上就转为阴天，而且凉凉。对，那我们现在就进来花露农场 ，Go， 三个。好，来，门票可以单一消费哦。好，谢。蔡大哥在看鱼，你看看你想要哪一条，叫妈妈去抓给你。哇。哇，多年不见，这鱼都长得好大，这鱼好大哦！你的晚餐有着落了，你在吞口水吗？花露农场啊，最近整理越来越好。绣球花的时候就大片的绣球花，那不是那个季节的时候，它每一个时节有它自己的花。哎，树屋的上面啊，哦，哇，好酷哦！这个是卡比兽的森林版嘛？卖饮料店呢 ，bar。哦，现在弄得还不错哎，啊，瞅看那担当哈。现在感觉跟上次来很像是两个世界。对啊，所以我没印象我来过。爸爸，哇，现在这个做的也蛮美的哈。呀、yeah, ，对。哦，你看还有这种室内、室外的啦，好植物哦。前面就是最近这个新闻一直播报的，有这个波波区。哎，在这边用下午茶还是蛮好的哈、哦。很不错啊。而且主要是它很透明，但是又跟外面隔绝。玻璃屋。对，让一些这个昆虫帮啊呢不会侵扰到你下午茶，或者是参与在你 cheesecake 里面。哎、欸，有这个火车哎、欸。还蛮不错的哈、哦，哎、欸，以为是小小圈的，没有哦，还可以接受、哦，50块蛮大圈的，绕很大一圈呢。对，只要不用走路，我都觉得可以接受，蛮好的。到了，好玩吗？好玩吗？来了雨林部落，哎呦，这给你弄这种东西，看起来你要抓这个抓不到，这个东西就跟你的年终奖金一样，看得到抓不到。哇，你看，真的像是雨林哎、欸！哎、欸，我看有那鸭子是假的，鸭子真的、欸。我们找个位置坐吧。对。现在要来去点餐。这样是1070。嗯。哇，好喝。因为带了孩子没有办法吃太大，不然我很想吃火锅。卤豆干很好吃哎，它很入味。而且这个园区还蛮有诚意的哦，很多地方它有跟着时代潮流在演进，
该有波波草它就出现，那该有绣球花，该有一些精油它也出现。这个花枝我真的有吃到花枝在里面，手做的吗？确定不是咬到你的脆皮吧？尾鱼放在松饼上面，刚好放在这个格子里。哎，这个是路边的草吗？路边的野花你不要炒。黑胡椒的味道很重，蛮好吃的。哎呦，料很实在。它的价格，因为它有门票抵100元的关系，价格普遍就比较高了一点。我这样吃起来蛮贵的哦。对，你不要看我们这样简简单单，我告诉你，弄得你倾家荡产。是不是你的理财有问题？波波草展区耶，哎，现在很流行波波草，哇，很漂亮哎。有主题馆，哎，这以前不是长这个样子？对啊，以前不能进来吧？以前就是一个民宿或餐厅的一楼啊。哇，你看很多哎，各式各样的东西哎，很漂亮哎，好香哦，你有闻到吗？好香哦。这一间叫做落雨松民宿，头前就是有自己种落雨松哦，造型景观。看起来蛮不错，而且两侧哦，全部都是草莓园。今天玩了一天，又累了。累了哈，你的刘海是怎么回事？长长的。对。好的。我们这次住在的是蚁牢。我觉得一切都蛮好，如果他能够装个电梯，我觉得应该是更 OK。没错，来喽！哎呦，不错哈，我们这次特别选这种榻榻米系列的，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户外的小椅子，可以让你坐在这边吃草莓，然后看看草莓农夫有没有辛勤的工作。哇！草莓，你今天看到草莓吗？你的肚子是不是已经饿了？你肚子有饿吗？他肚子饿了，我现在在泡奶了。这个乐乐 Q 贝呢，它有一个世界首创的专利技术，它把粉状的奶粉变成方块的形态。它还有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你就不用再分装奶粉咯。对啊，而且泡奶的过程不会沾到手，卫生安心。外出泡奶的时候不用担心泡奶的过程不干净。它每一个奶块可冲泡 40cc， 每一条有5个奶块，一条可以冲泡 200cc， 不需要汤匙再额外计算。真的是很方便耶。来咯，来喝牛奶咯，来妈妈放。一咻。喝牛奶了，吃饭是一个关卡，回家洗完澡要睡觉又是一个关卡。这次我带了一个新的东西，就是这个，因为明治奶粉它也有出罐装的奶粉，这个睡袋就是罐装奶粉的赠品，我这次就把它带出来，要让大家成为一只熊，睡袋熊。好的，各位，那我们就到这边哦，跟大家说拜拜，亲一个，拜拜。